这首歌取好新的名字，就叫做下雨了怎么办。下雨了怎么办，挂在阳台的衣服还没有干，今天打算来个鲑鱼炒饭，出门前拿出来退冰的鱼现在应该已经变软，一星期买一次菜，菜不能多买，多买的也只是放在冰箱等着发烂。一个人做晚餐，究竟是简单还是困难？多煮一份明天好带去上班，扫地拖地洗衣样样自己来，家事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困难，我的厨艺一天比一天精湛，那天也请你来吃晚餐，打电话回家妈妈说有空要记得回来，说我又不是没有人爱的小孩，你知道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管，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勇敢。越害怕对谁感到依赖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勇敢。一个人做晚餐，究竟是简单还是困难？多煮一份明天好带去上班，早日脱离洗衣样样子起来，家事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困难，我的厨艺一天比一天精湛，那天也请你来吃晚餐，打电话回家妈妈说有空要记得回来，说我又不是没有人爱的小孩，你知道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管，做的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害怕对谁感到依赖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已经不想再问。要下雨了，怎么办？谢谢。